我是刚刚的不好意思呢，4月29号，他那个新北京淡海轻轨7:40，18:24，将南海线开往淡水渔人码头的捷运列车。哎，只可惜他现在还是没有用这一股哎，我反而希望他交替使用。对啊，反正那是说双线嘛，又不是单线。对啊，反正都一样，老样子都来这一股。那我等一下，等下班看我坎顶的列车，好吧。那我就要去搭那个，我要搭去台北捷运那个红树林那边，我约淡水啊。老师，还有列车进站喽，进站喽，等一下。